最厉害的镜头，就是叫光纤镜头，这个也是最贵的镜头，像这一个光纤镜头要1万多块，它的特点是隐蔽性强，顺着缝隙可以绕弯儿。你看我这个镜头，比如说我这已经绕了2圈了，绕了3圈，那3圈如果把这头装到这个，把它换到镜头装到这个摄像机上，一样是可以拍到图像的。这个其实原理很简单，我给大家做个实验。为了验证它是能拍到的，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激光器给它打一道光过来，打一道光过来呢，在我们这儿就能看到红点儿，光就通过这个光纤镜头就绕过来，直接就是进摄像机就成像了。同样道理，我们从这边照也是一样的，这边也是能看到红点儿的，啊，光就过来了，这是光纤镜头。这种镜头是很难发现的，比如说在装修的时候。它隐藏在这个壁纸啊，或者是这个缝隙里边啊，我们是很难发现，因为它的这个镜头啊，它不像咱们光学镜头，光学镜头具有反光性，通过这个光学反射啊，就能找到这种镜头，但是这种光纤镜头反射率非常低，所以我们很难用光学的方法来检测出来。